正路子，就着咱的干洪武当市长，以及咱政府纪念工程。
吊车上的哈，这是我们新安社我们的秤锤哈，咱平安社那个秤锤，代表着讲咱平安社过去拢是修理人，所以讲诶，这个秤锤代表着吼，不但咱卖互人诶，这个物件肯定爱有足，也是互咱大家咱看着咱家己内心诶良心，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秉持着良心，秉持善念，那一起来为这个社会做贡献跟付出哈。这个是咱的平安社，咱的在心里啊。不但要教导咱，来素材给咱的，唯一的方式就是真诚，还有实在哈。现在大溪是非常多族群融合在一起的这个地理环境哈。在大溪，我们随便在路上都有原住民的朋友。在大溪原住民的朋友也占了大半的部分人口哈，我们一起掌声欢迎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带来的舞蹈。
好了，赏酒赏酒。好了，我们给简宏宇董事长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是不是原住民需要这一位的啦？很吸引。好来，我们邀请我们的舞者哈，到我们的琴台前，我们跟我们年轻又帅气的罗朱北拍照。再次掌声鼓励哈，谢谢我们所有的原住民的朋友，谢谢你们哈，谢谢你们。没有计算机，也没有电子发票，就是靠这一台哈。有多少人赚钱靠这一台哈？那么我们新安社总神是财神爷，是财神爷哈，所以我们在倒计的队伍中有我们非常有特色的大算盘哦。那么大算盘代表的呢，就是财气，也是福气哦。看到的人都可以大吉大利，财源广进。今天往后退哈，
小心轮子哈，小心轮子哦。来，好朋友都会当上台哦，放炮哦，放炮！我们给关刀手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那么因为我们大溪普济堂奉祀的就是武圣关公啊，是关圣帝君，所以在我们在很多社头，在早期几乎每一个社头都有一支关刀，那有些是木制的，那因为，我们大溪啊最有名的除了豆干，因为大家都吃得到之外，最有名的还是木器啦，以前大溪的木业非常兴盛，跟我们因为地处山区，在以前复兴乡山上，有非常多的这个木头可以取得之外，那也衍生造就了我们大溪有很多的木器匠师。那么在我们新安社现在看到的我们的关刀就是用木制的，是木器打造的。那么，也不要看小看这两只关刀，听说，蛮重的。但是我们今天，派了我们的青年军，在我们大溪社头的信仰文化里面，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都是一代传一代的，那很多人都是阿公甚至是阿祖就以前就在这个社头服务，那相较的在我们的爸爸阿公跟着这样的社头在进行绕境这样的信仰传承之下，我们大溪人的孩子从小就在我们的社头里面跟着爸爸妈妈阿公，我们在社头的绕境活动中，每年我们大溪的孩子最期待的就是6月24日，以前我们小时候台语说哪位你喜啦，但是现在有一个代号叫624，只要在上个月大概端午节左右吧，大家就说啊你624要去哪一社，啊你624有要出来吗？好，所以我们大溪624的传统，这样子社头文化是一代传一代的，那也代表着我们大溪人对于关圣帝君的信仰，对于这样的文化我们一代接着一代我们要希望能够保存下去的。那么也难免啊，人多的地方啊，难免都会因为小小的冲突嫌隙，难免都会造成，但我们简宏宇董事长一直的强调，希望我们的坛前我们营造一个欢乐，那让大家可以平安的来大溪，来拜完关圣帝君回去之后可以健健康康的，那待会我们要准备恭迎新安社我们的关圣帝君还有我们的财神爷圣驾，准备进到坛前。那新你看哦，这就是我们的大溪的传承，我们新安社有两只凉伞，一只小只的，一只大只的，我们给小凉伞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棒棒的，
我们大溪的小孩哦，6月24超热的，但是我们不喜欢在家里吹冷气，我们都喜欢来外面呀顶桃哈。一定要参加社头。好，来，我们准备好要恭迎我们大溪新安社，大溪新安社，我们的关圣帝君，还有我们的财神爷哈，好，我来在新加坡庆港。那么我来邀请哈，我们俊宇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也是我们大溪普济堂我们的正炉主，我们的简宏宇董事长。啊，旁边哈就是我们简宏宇董事长的阿公了哈。阿公今天很开心，啊，周围要来恭迎盛大。另外，我们也请到哈星辰国际车业有限公司陈柏兴董事长，以及咱所有咱的赢家贵宾，咱所有亲友一同。诚心敬意，敬别亲友，恭向大家兴安社奉祀关圣帝君以及财神爷圣驾驾前，全体一同诚心跪拜，一炷心香，二连乾坤，三通法界，四海遥门，五念山河岁月，六顶六甲同团。七宝如来起红烟，八宝同团立地座，九霄直透太虚空，十级高僧愿降临，香烟顶顶，奉请关圣帝君平安车，财神爷公圣驾道主来临，今为大家普济堂直当正路主，准武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宏武，率领家庭长及兴盛国际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伯兴，率领全体委员执事各高背景董事长一同诚心跪拜，恭迎兴安社关圣帝君文武财神爷公圣驾莅临，行三敬休礼，一敬休拜，再敬休拜，三敬休拜，祈求庇佑南天八方，六合千祥，财源广进，生意进业，利路亨通，合家平安，请起立，全体起立，请简宏宇董事长向前奉上清香，清香献上。献上清香，请简宏宇董事长恭祝求情，今日金秋节头受礼在报，八仙红莲恭祝平安车社务昌隆，神威显赫，社员平安，一敬拜，再敬拜，三敬拜，献上金秋节头红莲破甲。阿妈感谢吼，咱平安社社长，咱接着咱传统礼上吼，来换香哦吼，换香，来咱香甲进伫路中，请简宏宇董事长，我们请赴会。大家普济堂甲新年，伫当正路主团，由着俊武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甘宏武，率合家认定一堂，兴盛国际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伯兴。及所有参战人员董事长一同，诚心恭向大家平安车，奉祀关圣帝君，文武财神爷公圣驾坐前，行爷家圆满，三敬拜礼，一敬拜，再敬拜，三敬拜，礼行。感谢啦，平安车吼，感谢。啊，来，即阵吼，咱吼，咱平安社的咱的圣驾乱叫会当顺利通过吼。恭祝咱大家平安社今仔日的了敬亨通，圆满顺心。所有社员、教班、工作人员，大家阖家平安，祝福大家平安，感谢各位。